开了已经。哎呦我去，呜呜，呜酱。嗨，哎呦，没躺好，大家。嗨，大家好，晚上好。是的呢，因为我现在没有化妆。药刚到诶，可是我现在还没有把我的那个椰奶喝完，我想喝完之后再过一会儿再。哎呦我，哎呦，哎呦大胖，大胖子，哎呦，啊哈哈，我是长脸了，手机。砸我的人中上了，好痛啊，人中要被砸平了，好痛，谁懂啊，我嗓子哑的都喊不出声儿，眼泪飙出来了，嗯，好痛好痛，受不了了，好痛，我天，还是有翘起来一点的。咋肿了？我晕倒。喜欢我的烟嗓，我不抽烟哈，别造谣。痛死我了！发生，嗯，满嘴污的毛。哎，救命！你也头痛了，我也头痛，头痛就对了。救命啊，我的头，救命，我刚刚手机砸我人中上，好痛，痛死我了。谢谢战神艾瑞斯夜蝶，我哭了。我的药在门口，家人们谁懂啊？谁懂？哭了不要。我买的快可，谢谢，别吃土豆了。我俩都吃掉吧。确实是该吃点了，谢谢呜呜，失恋版的荧光，你咋失恋了？谢谢麦里逃生，人中不是有点翘吗？谢谢留在 X 世界，救命，还是有点翘的，我就浅聊一会儿吧。没发烧吧？谢谢歪歪，谢谢天降的荧光海，嗯，痛死我了，我恨。好的，20号见面，你要坐这儿吗？你不坐，那你要干嘛呢？你突然站起来了，可以，你喝吧。没有我。我住在外边呢，我没有跟其他成员住在一起，现在只有壮壮跟我在一起。咋了？难喝。难喝了。别喝。不喝了。他说我的东西难喝。家人们，20号见。我喝的椰肉纯椰奶，谢谢不知名小白狗的荧光海。好的，还没换呢。吐，你吐吗？我看着呢，拿个袋儿。好的，就是。感冒他还要喝我的，谢谢小杨。我晕。
我要填那个资料，还有我的那些资料要写，2000多公里是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好，我看了翻牌了，刚刚虽然我没回，但是我看了。哦，河北，河北有这么远吗？好远啊，家人们。分割极地，远远的，大家是都开始上课了吗？我的小学生粉丝们都开始上课了，20号不会没有人来吧？谢谢白嫖闹闹的荧光海，不会吧？还没 ，OK， 好，行，你必须来，家人们都得来，我的小学生粉丝们，嗯，我的初中生粉丝们，我的高中生，谢谢别人的话我不听的蹦迪，来不了，真来不了啊，家人们，家人们，你们都在上周来玩了是吧？黑化了，没有体温计，好像找不着了。谢谢清蒸草鲍鱼的蹦迪，对，好远。行，大学生粉丝，我合影队列好多粉丝，感觉小小，因为饭随偶像呗，大家都长得小。大家就算80岁了，长得还像20岁一样啊、哦！太吓人了，笑鼠，大家到时候跟我一样都是妖怪。谢谢，哎，谢谢，哎，去哪儿了？谢谢小九天天开心的蹦迪。哦，应该没有。我身高还分你几厘米？你说得出来这种话，你让不让人心寒？我身高分你几厘米？你居然说得出这种话，大家品一品，大家看看呢，有没有良心让我分他几厘米？嗯，伤人，救命！我这分完了，大家就没我一人分几厘米。我这每一厘米都有名字，好吗？还想一人分一点，休想！行，你175这么高，吃啥长的呀？谢谢非洲芭比，谢谢骑士13。你休想！家人们，明天要开始排练喽，要排这周外务的歌，嘿嘿。哦，对，明天不排练了，取消啦。后天排，明天录音。早知道我今天就把音录了。哥哥还在不在？谢谢吉泰。这转折，对，我突然都忘了，差点定闹钟了。我要拉谱吗？我们那首歌有拉谱吗？好像是有拉谱的哦。母鸡啊，母鸡啊，谢谢讨厌发烧。哟呼耶哟哟哟！大家性感我性感的嗓音，
十八号跳哪个 unit？ 谢谢叶华叶淑华说，闹闹，我是零一，什么东西？的荧光海，我什么？哎，我刚刚要说啥来？十八号跳我的 unit 呀，跳再见制服跟黑天鹅，对，就跳这俩。给我 DIY 一个东西 ，DIY 啥呀？这么能 DIY 呢？对的，我很期待，非常期待，玩具党玩了，笑鼠。二十号我还要上一首。月光下，我是不是说了呀？大家就是现在就是爱换。我去 CC Live 当瓜，这完了。黑天鹅李一敢要当我的瓜，我要不我换走吧，我去干点别的。我找人换一个，我去跳曼陀罗。还没喝呢，糖葫芦粉丝信息，糖葫芦还有粉丝，没事，不好意思啊，没礼貌了。谢谢九年小狐狸的蹦迪，谢谢想吃冰淇淋，谢谢想说你好呀的荧光海，谢谢想说你好呀的蹦迪，哎呦这么多呢，谢谢 happy 的荧光海，一会儿就吃药。真假的，糖葫芦粉丝在哪儿呢？给我看看，真的假的？春都假都，你们不会是凑热闹的吧？谢谢仲夏的，哎，的啥来着？荧光海是吗？谢谢，现在就喝下。谢谢杰能咪咪的蹦迪，春都假都。我们舞台很配，真的假的？我跟 Liga， 哈哈，终于可以把 Liga 甩地上，哈哈，还不能反抗，谢谢叶淑华说闹闹，我是零一，嘿嘿，哦对哦，我输了咋办？估计输呗，输了我也要打他。大家别告诉他我会出剪刀行吗？谢谢那个猪。别告诉他行吗？我。嘘，不能说。不能说，谢谢一只阿兹的蹦迪，嘘，不能说，不能说，不能说。确实他记不住，他到时候啥都忘了。我跟你们说，他能记住舞蹈动作很厉害。谢谢 Happy， 我直接给他安排。先安排让他倒地。北哥在干啥呢？北哥在，我帮你算一下啊。北哥现在躺在床上呢。你说我算的准不准？你就说准不准吧。谢谢讨厌发烧。准不准？你这突然来问我北哥在干啥？我也很想知道他在干啥。
那我这不知道，我只能帮你算一下了。大师，没躺啊，没躺啊。他一会儿就躺了，他今晚必须躺下，知道吧？算的准不准？我去，别太准！我天，神算，我晕倒。真的很准，他现在不是坐着就是站着，知道吧？天，我都不敢透露太多，我怕泄露天机，天机不可泄露，知道吧？我猜你们现在拿着手机，天哪，就说一个字，准不准？就只能回答一个字，准不准？准吗？Oh my god！在座的各位都拿着手机，准哭了，晕倒，这么能算，我猜各位都在看直播，都在听。怎么？哎呦，我说准就准。没有看的现在立马打开看，没有坐下的现在立马坐下。大师受不了吐，怎么做到的？这个嘛，就是要有悟性，知道吧？天生的，天生有悟性。你们猜猜大师现在在干嘛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现在很不舒服？大师算算沐浴露什么时候一起用 unit 沐浴露。什么时候一起 unit？ 我那位，你们去问一下蛇君什么时候跟他换。壮壮快神龙了，还差两首吗？嗯，哪个哪个？嗯，我还差得多嘞。就是，磕死，有福了，大家有福了。在座的各位有福喽！吃什么呢？你也想吃？想着吧，这点没啦。谢谢暧昧。哎，我磕的那个罄竹难书什么时候在一起跳呢？好。我的罄竹难书啊，罄竹难书，谢谢自然醒醒是兔。什么时候在一起跳呢？我可，大家不知道吗？这个，大家没磕过吗？真是令人，行，我去跟北哥换。很邪门，没听过，没听过，我好想看哦，好想看蛇君跟北哥跳曼陀罗，我的天，仙品，罄竹难书曼陀罗，我的天，好想看，谁不想看？天呐！看完我此生无憾。
很好磕的。什么？嗯，北哥跟奶该跳什么？MTL 是什么？加，感觉我疯了，光想想就磕晕了。北极圈是谁啊？看，牙口冒着泡泡，呼。粉色的泡泡由我们拉着找。哦，北极圈哦，大家讲话怪幽默的哈。谁说粉色城堡不能唱了？谁说的？这都还没定呢，我们都还没定呢，你才就知道。谢谢，你是 staff。谢谢若意的荧光海，你是 staff， 怎么还不回消息呢 ？staff， 骂人了 ，staff 都没回我们消息，听谁说的？搁这说的，快回去回消息，快回钉钉消息，别在这说。晚上好，听到没？回消息，我先轰炸他们。我们急的呀！呜呜，这张好可爱呀！别道听途说，我们。哎呦我去，我们都还没定呢，别道听途说怎么啥？我眼神老清澈，哪清澈啦？明明很可爱。算了，我现在趴着，他现在在看我挠痒。乌的眼睛确实是圆圆的，圆圆的眼睛，大大耳朵。眼睛跟我一模一样，哪里一模一样？走路像陀螺。我分了。大风大雨就要来了，谢谢小椰子。大风大雨就要来了，我又重生了。我准备12点关，好吗？好的，谢谢那个猪。呜、哦，跟我脑袋那可小太多了，他脑袋很小，只不过拍的大。但它是小小的，它迷你的。就是。呜呜，呜怎么呆呆的？是的，它现在在躺着呢。因为他就是没事儿做，他一天到晚就在躺着，啥时候睡，能睡就睡。洗完澡吃完药，先洗澡还是先吃药呢？找不到笔了，我要把那资料写一下。吃完再洗澡的地儿睡着了怎么办？在浴室睡着了，
怎么办吗？我现在就困了，实际上吃晕喽。头的话，上床，你们还怪幽默的哈。头晕，哎，我要说什么？完了，我现在开始脑袋有点不清醒了，家人们。确实，呜呜在门口叫。谢谢西红柿，谢谢西红柿。没事儿，也不差这十分钟的。咱们现在躺在沙发上呢，这个姿势还挺舒服的，动不了一点。谢谢 YE 的蹦迪，你们更不差这十分钟。OK， 我了解了，在赶我走是不是 ？OK， 你也躺在沙发上，开心吧，爽吧。好安静，我以为我们永远有话讲，那不会，那也说不定。谢谢 URUS 的荧光海 ，URUS 好像对你的脸有点印象。谢谢燕淑华打哈欠，谢谢丑角儿，谢谢斜杠的荧光海，哈哈哈哈，多来好吗，家人们？来的第一件事儿，你们要是不知道说什么，来的第一件事儿先报个 ID， 知道吧？坐下第一时间先报个 ID， 你好，我叫某某某，我来自哪儿？我身高多少，体重多少，未婚，谢谢无名猫猫。爱好什么，家里几口人，银行卡号是，银行密码是。这是我的房产证，请收下。笑鼠，开玩笑的，谢谢胃疼的小周。大家好，我的银行卡号是，完了我记不住。谢谢狗狗的蹦迪，精神状态，现在精神状态不太行。谢谢09的荧光海，400，我给大家说我的手机啊，不是手机，说我的电话号码吧。我的电话号码是400-617-6598。大家知道不？速记，大家快打一下，你快打，大家快打。400-617-6598，真的，大家现在快打！谢谢叶淑华，真的，这怎么不新打？你打过来就说要找我，打过来说：“喂，你好，我要签约。”谢谢饮料。以前咱们就是说，以前这个电话在我们公司前台。小鼠，我为啥会记住这个电话号码？因为这是我们的 WiFi 密码，哈哈。是我们 WiFi 密码，没办法，
背下来了，一不小心。但是只是 WiFi 密码其中一段，不是全部，知道吧？我们 WiFi 另外一个 WiFi 密码跟音乐有关。对，很复杂。不是剧场的，是中心的。知道了也没用。咋的，你还能来这连？真的很复杂。我的声音很催眠。哟。剧场的 WiFi 密码。谢谢说过很爱你的荧光海，剧场 WiFi 密码，只知道后台的，但你们也连不上。那个咖啡厅的好像是，对，估计我也困了，所以你们听得困了。喜欢。不错，还有七分钟，对对对，大家七分钟后该干嘛干嘛去吧。是，听着就是那种晚上那种催眠主播，对，就是听个十分钟，我不信你睡不着。谢谢犬出。的蹦迪，对，发展副业，以后大半夜不睡觉，白天睡觉，大半夜来开这种电台，听十分钟，不信你不睡。你女儿。真的，真的假的？真都假都？今天没有后缀吗？今天的电台马上要结束了，还有五分钟。谢谢黄辣椒，下一次的一定。谢谢黄辣椒。蛮适合，谢谢超级拉姆的荧光海。对，今天是催眠。谢谢叶淑华说，闹子没你我可不行，我可怎么活呀？的荧光海，谢谢买的荧光海。啊，你们喜欢这种声音啊？对啊，你怎么改名字这么快？真的很快，谢谢狗狗，谢谢 Happy 的蹦迪，谢谢 YE 的荧光海。对，是小号吗？哦，怪不得，现在选出爬山版的荧光海，你咋爬山了呀？谢谢阿正正正的蹦迪。哦，是我让你爬的山。行，你找到适合你的山了吗？谢谢爱德华，谢谢邓成。原来是我让你去爬山的，那你要好好爬。笑死，你还怪听话的。谢谢 Happy。 哎呦宝宝，哎呦我去，哎呜呜，我要被你踩死了。他现在在我肚子上。哎呦我去，哦 OK， 我谢谢你呜，谢谢你呜呜。谁懂
慢慢靠。是的，宝宝，他说是吧？是的，要前面就到了，开直播前。哎呦我，他现在躺我旁边。壮壮怎么这么娇啊？娇壮。谢谢若依的荧光海，还有两分钟，笑鼠，谢谢叶淑华说 CPK 的人 CPK 冷门，但是不能邪门，是这个吗？我亲一口屋。我现在亲他一下，他就要把脚打我身上。亲一口，好多号，对呀、啊，你咋这么多号呢？给你亲亲。那个泡泡是他们的 口袋是吗？他们的 APP。呜呜现在躺在我旁边，对的，谢谢 Happy 的荧光海，看个直播还有韩语粉丝，对我已经我准备往那边发展了，其实，好的，大家就是瞎听一下啊，我现在就是在放炮，我在吹牛呢。笑死，重新出道，重新出发，谢谢黄辣椒，谢谢日落，好的，拜拜大家，拜拜哦。拜拜拜拜，12点了，拜拜，谢谢黄辣椒，拜拜。